最近看的一本书。最近看的一本书，最近看的书都是表演的，表演的书。黄生那本叫什么？我忘记了。昨天刚看完。最近会看表演的书啊。最喜欢的手摇饮料。最喜欢什么饮料？我最喜欢那种酸酸的、甜甜的百香果。百香果的。最喜欢的台湾电影是，最喜欢的台湾电影，我想一下，我讲最近的好了，最近这样你们也可以去看，我最近蛮喜欢那个最近的台片。最近最喜欢的应该是同学麦纳斯吧，对啊，蛮喜欢的。啊，最近在看的书拍下来，这个，谢谢，演员笔记啊，最近看这个，但我觉得这个不一定，你是表演者还是？你是演员才可以看，我觉得，其实你不管你是在从事任何方面的工作，都可以看这本书，而且都看得懂。你跟学姐谁的拍照技术比较好？废话，当然是我。没有啦，他手机比较厉害，跟相机的话我比较厉害。我不知道啊，他等一下要生气。最喜欢的漫威英雄，最喜欢的漫威英雄，蜘蛛人吧，对吧？我最喜欢的蜘蛛人。没有新的。